各位观众大家好，赵作荣论法教授你好啊，你好啊，柯老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哋今日新形象当然系旧作风，未可以话新瓶旧酒，但系内容一样咁丰富。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奥运啦，系嘛？奥运而家咁多风风雨雨啊，教授有乜睇法？节目开始嘅时候，好请啊。大家订阅香港识识识同埋大卫常嘅频道。留言、点赞、分享、睇广告，感谢大家支持。教授你啊，风风雨雨，闩埋个窗就当睇唔到啦。我哋不如讲闭幕式。嗱，你估会点样？嗱，而家咁多风雨啊，巴黎市长就牙刷刷啦，即系认为佢嗰个开幕式系非常之吓，即系与众不同啦，起码。咁问题就系，如果咁与众不同，咁大家猜猜嗱，我哋都系猜嘅咋，冇任何嘅信息。嗰個閉幕式將係點樣驚世骇俗啊？嗱，何老師，你點睇啊？我覺得今次應該會有啲唔同啦。我同教授嘅睇法咧，可能有少少嘅唔同嘅睇法。我覺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係嘛？喂，係。前事開幕式已經搞到咁樣樣啦，你咁 hea 啦，話全世界基本上都喺度批評緊佢。你我唔可以話全世界，係半個世界都有批評緊佢，因為大家知道啦，嗰、那個 L 字頭嘅團體係嘛？咁啊，喺呢度系，簡直係綁架咗成個奧運，跟住咧逼我哋去睇一啲我哋唔不欲觀之嘅嘢。咁呢單嘢點計數先？如果你話閉幕式都係咁樣咧，咁就好大鑊啦。咁啊，聽講湯告老師咧就會出席呢一個閉幕式喎，啊，好似會攞走個奧運旗喎。嗱，呢單嘢我唔知點啦嚇，有咁嘅傳聞。咁但係咧，我就覺得應該都會稍微正常翻啲啩，會唔會咧，教授？冇啊！佢哋啲唔正常嘅，认为自己好正常噶嘛？否则巴黎市长就唔会咁牙刷啦。个问题就系忘记咗，整个欧洲有一个基本上曾经系划一嘅信仰系统，唔会攞达芬奇嘅名画嚟教飞，今次做咗啦。咁所以你睇到。意大利嘅总理梅洛尼访问中国就啱啱响奥运开幕期间，而中国俾佢嘅礼遇，相对于法国去侮辱佢哋嘅举世知名嘅名画，嗱两个反差你会睇到，呢个闭幕式本身系有两个唔同嘅文化冲突喺度。我哋班朋友们就将嗰啲唔同嘅英文字母串埋一齐，嗰个古灵精怪东西咧叫做字母教，英文字母教。咁啊，呢班人咧就系有几个字系好用嘅，就叫死鸡撑饭盖。就佢觉得今次系一个突破，系通过呢个国际嘅盛事咧嚟令到佢哋嘅声音传播咗出嚟。所以我有个倾向睇法咧，就系。佢哋会再接再厉，不过咧，有可能咧，就系从表达嘅方式方面咧，去另类嘅表扬或者表达。嗱，表扬系表扬佢哋自己嗰种个别嘅癖好，而表达咧就系用一个信息去暗喻好多事情。所以今次呢个巴黎闭幕式，等你去猜一猜。究竟以法国呢个曾经系文化其中一个欧洲嘅殿堂，就今次打烂晒啦。咁问题就系呢个殿堂会唔会用一个新嘅形式去表现俾大家睇？原来现代艺术系咁样嘅，咁样系究竟系核突啦，定系标青？嗱，俾紧时间你，柯老师。我哋睇翻以前歐洲嘅藝術，尤其是文藝復興，都有好多裸體嘅雕像或者係裸體嘅繪畫，但係裸體嘅真人係出現喺開幕禮度，真係第一次見啊！佢嗰一啲所謂嘅花瓣啦，或者所謂嗰一啲裝飾啦，
根本遮唔到佢。咁呢件事我哋之前已经同大家讲过噶啦。咁仲有对于最后的晚餐一幅名画作出咁样嘅解读，咁啊，中国嘅小朋友就替代咗犹大个位。咁呢个情况系代表咩呢？有咩含义呢？仲有灰马又出嚟，骑住过嚟，呢个系代表死亡定系代表乜嘢呢？嗱，呢一点呢，亦都值得玩味嘅。咁今次开幕礼我哋已经讲到烂晒噶啦，亦都无需要喺度再讲。但系呢，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哋要留意嘅，其实今次呢，算唔算系继日本奥运、日本嘅东京奥运之后最难睇嘅一个奥运开幕呢？嗱，运动员嘅比赛当然好精彩，但系我哋睇到而家咧，基本上咧就西方冇文化噶啦。咁点解运动员表现咁精彩，而西方冇文化呢？因为我见到好多西方人似乎对我哋中国运动员唔客气啊。呢啲系咪代表西方文化呢？定系佢哋以前所做嘅嘢都系伪善呢？我真系想请教教授啦呢样嘢。嗱，我话俾你听，我真系唔知道究竟佢哋想点，但系好清晰地睇到今次奥运咧系冲住针对中国运动员而嚟嘅，所以佢哋做到出面嘅，譬如游泳啦，当我哋嗰个游泳自由式100米嗰位，我哋攞咗冠军啦，破咗世界纪录啦，佢攞咗呢个奖之后，受到西方嘅无理嘅指责等等，我会觉得系国际奥委会需要运用佢法律俾佢嘅权力，去警告西方责难中国运动员嗰班人，特别系攞咗奖，你冇证据，你输咗，你仲要认为中国运动员有呢样嗰样嘅时候，嗱呢种系绝对唔合理。虽然我哋话我哋呢个主题今日讲咧就系闭幕式，但系从闭幕式反翻转头去睇翻当前，而家所有嘅比赛都进行之中，我哋成日都讲运动系唔应该渗入政治，但系啱啱今次咧就所有嘅政治意识形态都响晒度。而西方，我哋曾经觉得，亦都曾经为佢鼓掌啊！佢攞咗跑，游得好快，跑得好快，等等，表现得好好。我哋都为唔同嘅国家、唔同嘅运动员，佢哋攞到奖或者攞唔到奖，但系睇到佢尽晒力嘅嗰啲，我哋都会鼓掌嘅。问题就系点解？而家西方國家曾經喺運動場上都接受過我哋嘅鼓掌，嗰班人今日會墮落到成咁樣，去因為中國運動員攞咗個桂冠，攞咗佢哋傳統應該由佢哋嘅所謂國寶、國技、國家嘅技術嚟嘅係佢嘅，譬如打劍啊等等。西洋劍啊呢類咁啊，網球等等，點解會係咁咧？點解人性去到呢個咁卑劣嘅情況咧？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唔係討論哲學喎，而係講緊係一個國際盛事，係由始至終都係講緊體育精神，體育係無國界，大家係通過奥林匹克运动去增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嘅了解同埋团结，鼓励激励啲人咧，点样响逆境入边去奋进？但呢一切经过呢几日嘅比赛，我觉得荡然无存啦。对于潘展乐，澳洲嘅教练嘅一番说话，同埋亦都见到黄彩音嘅乒乓球拍俾某一位摄影记者疑似踩烂咗，咁亦都观察到张家朗
即係對手西班牙嘅教練，真係令到我係刷新三觀啊！原來竟然可以咁樣無理謾罵嘅，即係令到我係覺得非常之意外啊！咁你話啦，如果繼續落嚟，會唔會有更多事情發生呢？嗱，呢一點我自己相信係一定會有嘅。咁你覺得個閉幕式會有啲乜嘢嘅情況會發生呢，教授？我會覺得有類似於過去幾年澳洲一年一度嘅盛事啊，英文叫做 Mardi Gras， 就係同性戀大遊行啊。咁啊，個個都扮到七彩嘅。咁啊，每一年咧，澳洲呢個大遊行咧，大遊真係好大噶。因為點解咧？當局就將佢打造成為咧吸金嘅一個大日子嚟嘅。嗰、那個準備前後嗰段時間，全球呢一方面有呢種嗜好嘅人都會嚟。整個悉尼咧，當日啊，交通唔係癱瘓，停低嚟就佢哋。咁你會睇到每一年嘅化由化妝，到到唔同性別嘅人嘅表現最核突嗰啲地方，都會出曬嚟噶啦。咁所以咧，睇完之後，正常嘅人就會話：，唉，真係唔掂，半路行咗去嘅根本唔會睇啦。有啲咧就俾人話：，哎呀，一年一次要睇睇啦，咁啊，從來未睇過去睇睇啦咁。咁啊，翻嚟咧就要揾雙氧水洗眼。嗱，我哋講緊係即係比較貼地啲嘅講法啦。總之要洗得乾乾淨淨啦。但係個腦海中咧就會時不時會發噩夢嘅。嗱，我又會覺得咧有少少類似呢一種做法，因為一次又喂，兩次又係喂嘅啦，烏喂嗰個喂冇啦，一路玩到底啫嘛。而今次聞説，嗱，未有證實啊！巴黎呢個開幕式係冇彩排嘅，我亦都唔會覺得。如果開幕式冇彩排，閉幕式肯定冇彩排啦，係咪？因為既然你開始做唔到，點解你為閉幕式而做彩排呢？咁所以咧，綁架整個開幕以至閉幕式嘅做法，我會覺得係雖不中，亦不遠矣。而學習一直宣傳係南半球或者全球啊，每一年一度呢一方面嗰班人嘅國際盛事喺南半球舉行，就喺悉尼舉行嘅。而嗰個啲截圖啊等等咧，咁大家可以預先去睇睇嗱，提早警告大家嚇，提醒唔係警告。如果你覺得咧，你要食飯，睇完咧就去食飯咧，就千祈唔好睇啦，嚇、啊！或者食完飯去睇又唔好睇啦，因為咧會令到腸胃不適。所以咧最好就係你悶悶地，係嘛？要突然間哇嚇死人咯咁嗱，嗰個階段就最好噶啦。嗱，俾啲時間你屙老屎。呢件事有機會發生嘅。首先同大家講下，呢一次喺3月2號舉辦嘅同性戀狂歡節，咁就喺 Sydney 度舉行嘅喎。咁有12000人參加，咁仲有咧有成200輛花車就喺嗰度遊行嘅。咁呢個狂歡節咧係1978年開始舉行嘅抗議活動。是為了紀念1969年的美國石牆騷亂周年紀念日，而同世界各地的其他同性戀團體就協調一致的。咁當日呢，澳洲的警方毆打並且逮捕了53人，而且呢公布了他們的姓名、職業、地址。由當年的不合法的運動去到合法，對到一個娛樂嘅節目，對到觀光旅遊，大家會睇到咧呢一種用冰山一角撼碎咗佢之後，
慢慢渗透嘅一个社会价值，而咧当前我哋睇到咧，甚至绑架咗一个国际体育城市。嗱，呢个喺几十年前系不可思议嘅。而讲呢一个悉尼呢个咁样嘅观光，而家叫做狂欢节啊，咩节都好啦。嗱，英文我哋叫 Mardi Gras。咁啊，基本上就原先啊学习咩咧？就學習呢個巴西里約熱內盧每一年嗰個節日，就將佢咧就粉飾太平之餘咧，就加插佢哋嗰班人嗰種表達嘅方式去做嘅。咁所以從呢個觀點去望落去，今次由開幕式完咗被下架，以至到巴黎市長。根本冇覺得自己做錯任何東西，呢一種咁樣嘅傾向嘅邏輯嘅説話，有理由會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會係一個悉尼嘅嗰個遊行嗰類遊行嘅濃縮版啊！俾啲時間你啊，柯老師。咁由於真係冇彩排，到時會出現啲乜嘢，真係冇人知。會唔會又嚇咗我哋一驚呢？話就話 Tom 個老師係拍咗條短片啫，但係現場會唔會特別有啲奇怪嘅人？好似我咁講，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真係接受唔到嘅。老實講，即係我唔知道個世界亂了啊，定係我太過守舊咧啊？咁另外呢，我見到如果真係有咁樣舉行呢，我相信呢亦都會掀起軒然大波嘅。因為簡直係綁架咗成個奧運，而且令到咧全世界咧一啲正常嘅人都覺得，哇！你其實大埔會蒙羞啊，係咪啊，教授？当我哋讲紧呢啲大明星去嘅时候，你要谂一谂呢个问题啦。呢啲人系咪法国人嚟嘅咧？唔系喎，点解会请佢哋嘅咧？系咪？个问题仲有一个就系呢啲明星本身有一个唔同嘅信仰嘅噃，会唔会又顺手做一啲东西咧？我哋唔知噶。所以个问题就系究竟呢一次嘅奥运会系咪？從此變咗質，或者從巴黎開始就變咗質。而你會等呢個國家覺得佢淒涼兼可憐，100年之後重新辦一個奧運，而100年前嘅巴黎，當年嘅藝術啊等等，唔好講話今次，唔好話100年前啦，幾十年前我哋都覺得巴黎係一個即係好均真、好浪漫。係一個旅遊勝地，但係而家你諗起上嚟，一打冷震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一個咁樣嘅盛事而被扭曲、被綁架嘅情況之下，你會睇到8月12日會係一個乜嘢嘅景象？差唔多你都可以話點樣講咧？諗諗係咪到時熬夜去睇？定系咧，唉，算啦，快啲早啲瞓觉咧。嗱，我哋首先要睇翻当年东京奥运佢嘅哀悼时间，因为咧佢嗰场舞蹈咧系令到我哋觉得咧，咦，好似个鬼域咁样嘅。嗱，当年咧系由佐藤健作演奏太鼓啦，咁舞者咧山田葵咧表演独舞，咁嗰个盂兰嘅舞蹈咧就令到我哋大吃一惊嘅，我哋以为咧就入咗鬼域，咁亦都令到咧日本咧就喺嗰个时候咧就俾人感觉到。哇！原来你哋咁惨情噶吓，成个国家开始逐渐混乱啦。到而家咧就稍微好翻少少，呢一个真系唔系几好意头喎，系嘛？咁如果咧又系真系见到巴黎又发生咗类似同性恋游行呢咁嘅情况，唉，我真系唔不欲观之啊！嗱，我唔系对佢哋批评嘅，其实咧我哋好尊重。即系唔同人有自己嘅取向，但系唔系个个都接受嘅。你中意玩，唔该收埋，你喺另外一边度去玩，唔好喺啲国际城市上高咧，代表呢一小撮人，作为我哋正常人咧，一定要反对嘅。而家好多美国人连声都唔敢出啊，因为政治唔正确啊。虽然心里面好怨怼，包括马斯克咁样样，你系杀咗我个仔啊，搞清楚啊，佢系俾人哋呃咗噶，点解？
因为转咗性别，佢都未成年，逼住签字啊！啲人点样同佢讲啊？你唔签字，你个仔好可能会夺去自己嘅生命、啊。喂，呢啲咁样嘅说话都讲得出嘅，尤其是而家对小朋友咧，根本系冇任何保护噶。学校嘅老师可以同个小朋友讲，系唔需要话俾家长知啊。所以个问题就系、是、严重到系将你同自己嘅仔女嗰种亲情系割裂咗佢。嗱，呢个亦都澳洲出现咗。所以个问题就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会睇到头先阿柯老师你读咗嗰、那个。背景都係悉尼嗰個遊行之前嗰個情況啦，幾十年前嘅事發生嘅事啦。當年咧係法例上面係非常之咁嚴禁嘅，但後來咧慢慢佢哋作為一個抗議嘅活動，由呢個抗議活動深下深下深下到今時今日，以至到登上國際奧運嘅殿堂。嗱，呢個係為人類嘅種族繁衍、生生不息嘅自然規律，敲起咗警鐘，未係喪鐘，係警鐘。所以我會覺得，喺警鐘未轉喪鐘之前咧，全球有理想、有理念嗰班大多數嘅朋友們，係咪要做啲事情咧？我哋雖然話啊，我哋預測个闭幕礼就会系咁，但如果真系出现咁嘅情况咧，我觉得联合国都要出嚟做嘢啦，做唔出嚟做嘢？咁另外就系国际奥委会系咪要做啲功夫出嚟？否则佢就不适宜做奥委会咧，因为奥委会有绝对嘅权力去做呢一类嘅工作，要再修订相关嘅条例，要指明你。要做啲咩嘢？边啲嘢做得？边啲嘢唔做得？包括喺个会场上面，你去针对其他国家嘅运动，赢好输好，你用咁嘅态度咧，呢、这个国家10年之内起码两届唔准佢派代表出嚟参加。嗱，本来呢啲法规系大家都会遵守嘅，约定俗成嘅，唔需要做嘅。但今次我哋睇到自己认为系好先进、好文明嘅，又好民主、又好自由、又尊重人权等等啊！呢啲全部我哋而家睇到咧，系双重标准啦，可以话对嗰啲国家嚟讲系废话添，因为明目张胆去针对中国嘅运动员，就搞破坏啊等等。有一个传言咧，就中国运动员胜咗，有人递杯水俾佢饮。教练车话唔好饮，后屘发觉啲水入边本身有兴奋剂。嗱，呢个系谣言吓，未经证实。我系睇到一啲信息系咁样讲，但我睇唔到更加多嘅资料，所以我就话呢个系谣传。但系呢种情况亦都解释咗点解中国代表队唔住喺奥运村，要带自己嘅食物、带埋自己嘅厨师、带埋水去？点解啊？你以为？我哋嘅运动员被宠坏咗，其实唔系，系国家有备而来，惊俾人害啊！呢件事我觉得系需要彻查嘅。如果真有其事嘅话，如果冇呢、这个谣言，都系提醒我哋绝对要小心。我喺节目里面咧就不断喺度提醒中国运动员或者系所有嘅华裔嘅运动员应该要小心，因为真系对方系无所不用其极啊！我本来咧就想讲话。L 字头嘅呢一个所谓团体啦吓，呢个英文字母教其实唔系敲起警钟，系敲起丧钟嘅。因为而家我哋一提到呢件事，人哋就会指住你嘅鼻话：，哇，你歧视啊！但系我哋系绝对冇歧视嘅，因为我哋都好清楚喺中国内地其实都有呢啲人士存在，唔会骚扰到其他人，亦都唔系宣扬呢啲嘅文化，而且。世界我谂各个民族啊，都系由古至今都有嘅，古代已经有好多啲咁嘅情况发生噶啦。点解冇盛行呢？原因就系有关繁衍嘅问题，同埋咧人类会唔会因为不断咁样推广而灭绝呢？虽然我知道
呢單嘢會俾啲醫療集團攞到好多錢，因為要做手術又要服藥物，呢、這個絕對係一個陰謀嚟嘅，我夠膽講。商機但係無對佢論嚟講係商機，係係嗱啱，我轉一轉先，係啦，呢、這個對佢嚟講絕對係一個商機，但係我覺得呢一件事此風不可長啊！你再咁樣繼續落去咧，係真係會有極大嘅影響，同埋非常負面嘅。我哋變成是非價值觀咧，係完全冇曬啊！錢唔係萬能噶，唔係好多嘢都可以解決到噶。你為咗揾錢，咁不知廉恥，真係對唔住，接受唔到咯。好啊，教授，交俾你總結先。我驚我鬧更多，好啊，唔好意思啊。你講得非常之對啊，因為就算基督教又好，天主教又好，都係用嗰本聖經，一開頭入面都講曬呢啲東西出嚟。好耐好耐以前都有噶啦，人类有历史以嚟都有呢一类咁嘅事情发生咗，咁但系咧，亦都系明文地禁止咗嘅，话呢样嘢系唔啱嘅，咁所以亦都因为系咁，曾经有一段时间系非法嘅，咁但系点解会出现咗咁嘅问题，慢慢变成今日就系可以调翻转去绑架啲正统嘅活动咧？嗱，呢个先至系人类嘅悲哀。所以我又會覺得大家互相警醒、互相提醒，亦都期待咧中國起一個帶頭嘅作用，重新將呢一類咁嘅不倫不類嘅東西立翻入去正軌。正如話，我哋係尊重個別人士嘅取向，但係咧就大家響互不侵犯。以至到自己私底下去做你自己喜歡嘅事情，你屋企做什麼東西，我係唔管嘅。亦都係期待有呢個咁樣嘅局面重新出現，亦都期待咧，我哋頭先分享過嘅巴黎閉幕式唔會係頭先我哋預期嗰一種咯。咁啊，用一個美好嘅願望去結束我哋今日呢一個片段先啦。期待8月12日真系睇到我哋错啦！希望一件事就好似教授所讲嘅，希望我哋系错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此为止，多谢大家订阅香港星星同埋大卫上嘅频道，拜拜咁多位，拜拜。好，拜拜。